外边太热了啊，咱们家里边打几分。火器镰刀铁王，手感是没问题的。横木秒打，上下皮重合，上下皮重合，只看到一个皮，只看到一个皮。后手定位颧骨位置歪头，把皮放在眼睛下方，顺着上皮找点啊，顺着上皮指向目标，上面有瞄点啊，顺着上皮上面有瞄点啊，指向你打的目标歪头啊，把动作做好，就中了啊！喜欢的观众老铁们啊，关注一下。传统弹弓，肚子上有个乒乓球，怎么把它打掉？掉了啊！好了，黄的，还是这样，还是之前干的。来了，掉了啊！还是这，老爷子来了，双击观众了，兄弟。